哎，这些人哦，垃圾筐你们又不用，这被子也不叠，你看吧，不知道他们两个在干什么。在地上嘛，你看他妈地上嘛，全是毛巾也扔地上。你就是这样学习的呀？你怎么神出鬼没的啊，小磊哥哥？你们两个在干嘛？没有，我们两个在学习呢。你们看见这地上？这不是我吃的。是在地上纸啊？纸也不是我的。拿扫把扫了。你干嘛了？我在指导你们两个呀！你们不是要学拍视频吗？学拍视频，首先你要学会扫地呀。扫吗？快点，扫地，搞得你看稀巴烂的，你看，是不？是我搞的。是那谁呀、啊？你搞的。我搞的，那扫把呢？还有你，干活的都是我们，吃的又不是我，懒得很，你说说。就是啊，刁民，还在拍视频呢，拍，我让你拍你，哼，扫。两个是要扫把，扫干净点啊！平常啥都是我们干。人要学会爱干净，知道吧？这里是管控位，好，他两个，那谁勤奋？你们两个，你闭嘴了！你又不做，你就一直在那里说说说。你看你自己吃的碗吗？这碗不是我的，我用的是大碗。是狗的，那么脏。这里还有一点。这包的地方又不动，碗也不洗。毛西，哎，到。小帅李，到。进来。看吧，我好手好脏啊！我刚刚我们两个扫地好累啊。你看那地上的那个丝瓜皮是谁搞的？你啊。你搞的呀。那你们扫呀。我们扫，又是我们。哎、哦。还有那个碗都没洗。你扫我洗。先好点啊、哦。嗯。等一下带你们两个去赶稻子哈，带你们去喝凉粉。嗯。两块钱一碗的凉粉，你们随便喝啊。嗯。好不好？好。你们干活情愿吧。情愿。情愿哈，嗯，也不敢不情愿呀、啊。哎呦我的妈！这是在广西桂林呀、啊。广西桂林人民可好了，不要把广西桂林想的那么坏哈、啊。吃的时候你吃，洗的时候我和他洗。你现在洗的那个碗就是我的。我知道呀。是吧？嗯。然后你还干点啥嘞？他洗碗。你看一下这个锅是你们谁煮的面条？过来。你呀、啊。什么？他煮的？还吃不？这是留给你的呀。我不吃，我这种是吃面条的人嘛。好好吃哦。好吃是吧？嗯。把那面条藏起来，装到盆里面不要浪费。晚上我吃。看看。两个人笑一下呀，笑不出来，咋
笑不出来了。不知道。有苦难言。拍视频啊，拍真实的，就是这样子，要勤会学会搞卫生啊，然后你下来就成功。问题是每次都是我们搞。因为你们是在学习啊，是吧？那你怎么不学呢？我都不老玩学吧，没让你们两个给我敬杯茶就不错了。能帮你洗碗是我们的荣幸，是不？对对对对对，你这话说到点位上去了哈。嗯。抢不上是吧？不喂鸡，喂人。喂人啊！我们家猪都没有那么吃的那么好，你还喂鸡？我家的生活条件还好吗？啊！浪费，你这是。这冬瓜吗？冬瓜了，这西瓜了，冬瓜你开啥玩笑？你这是西瓜屁股呀？啥西瓜屁股？这是你们两个辛苦了，我给你们来点冰西瓜。我们就吃这一点啊。省着点吃。是不是上面那节被你吃了？我没吃啊，就这样子的。还要省着点吃啊？嗯。可渴啊，好热呀。列表，吃西瓜，快点！你们两个吃辛苦了，快点。你看，这是咱们冻的本地西瓜，吃吧。嗯，好吃吗？好吃不？好吃。好吃啊！我们干那么多活就吃这一点，这个大的被你叔叔吃了，我不吃。你不吃啊？你不吃我吃哦。你吃了那么多你还吃？找完这点，然后带你们两个去赶包子啊，去街上玩。啥？街上玩？去街上玩？快嘞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可以玩了，有的玩了。你看他抽的烟那么多，还有那里有一个。好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啊，你去倒垃圾，我去洗手。走。啊，我开。我开这个。你有驾照没？我开。我开。走。你坐副驾驶，快点，快点上来。副驾驶啊，快走，不要他去。上车上车上车，五块钱一位哦，到街上五块钱，上车，坐好。走。五块钱一位，先给钱，你就算了啊，你小朋友。这技术不行呀、啊。啊，我才发现我没有驾照，小赖哥哥。驾照不用转了，我让你驾照往前开了。要往前开一点哈。飘不飘逸，爽不爽？我来，下来下。你来啊？啊，好不好？我要送嘛。啊，那你就走呗。这个车都开不明白你。谁开不明白啊？我是谦虚，懂吗？是谦虚吗？嗯。你那驾照是买的吧？什么买的？考的，一次性过关的。我驾龄多少年，你知道吗？驾龄好几年，好几年。那天离开你，留下几个字给你，心若像潮汐，梦如果决堤，爱就任它去。人满的街区，终究可望不可及。休息，流浪要勇气，还想不想你？